小伟游戏说，你看我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绝地求生在前两年大火，很多网吧为了吃鸡下重金升级了电脑配置，但没想到吃鸡人气迅速暴跌，网吧老板都要哭了。当然了，还有比网吧老板更惨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吃鸡装备店。原来在吃鸡最火爆时，有一个小伙子凑了50万开了一家吃鸡装备店，店里专门卖着绝地求生中的各种装备，各种背包、头盔、护甲、人物模型、武器等等都应有尽有，活脱脱的一家现实版吃鸡店。根据这位老板透露，在当初吃鸡最火爆的时候，店里的客人真的是络绎不绝，无数吃鸡玩家来他这里购买装备，像三级包什么的周边更是卖到供不应求。于是老板在尝到甜头后开始加量进货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从那之后绝地求生的人气一日不如一日，进的货全砸手里了。虽然还有人玩，但是店里的生意远不如之前了，现在已经处于亏本的状态。老板也不禁哭诉，自己花50万开的店快要黄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购买过吃鸡装备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喜欢的记得关注、收藏、转发下哦，我们下期见。